啊，西门太狂就是狂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 Ricky。今天我们看到我在哪个地方？大自然的空间，我们就在象山。我们的企划呢告诉我说，哎 ，Ricky 啊，你平常在讲一些营养的知识啊，实在是太无聊了，你不能做点有趣的事情，所以他帮我安排了一个象山的爬山活动。可是我想说，哎，如果一个人爬，是不是有点太无聊？所以我们今天请了一个重量级的嘉宾，请各位来猜猜看，我们请的嘉宾是谁？我来模仿他一段。哈啦，西门太狂就是狂。狼若回头，必有缘由。不是报恩，就是报仇。啊！哪像人家唱秋啦，雕胶啦。西门太狂就是狂啦，哈，有输过没爬过啦，哈，谁能比他贱啊？哈，健身 Ricky 最贱啦，龙舟来啦，厉害了！好，那我们欢迎我们的 Buddy。耶，谢谢 Ricky。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活动，就是要来爬山。哎呀。哎、我会选，你很会选，很会选。嗯，这个算是我家的后花园。后花园是不是？因为我听说巴蒂很对昆虫很有兴趣。对昆虫生态，因为我现在其实除了拍自己 YouTube 频道，我现在还是那个三立的上山下海的外景主持。非常不简单。现在算是有点晋升为这个凹豆咖。你看，凹豆咖，凹豆咖，凹左脚啊，你是凹架咖，凹豆咖。哎、欸，真的很不简单，我必须得讲。那个外景主持人真的很辛苦，大家看出来的画面都可能只有60分钟或30分钟，然后短短的，那个一拍要多久？我们大概一集会拍到2天的时间，所以有时候出班4天就是拍2集。可以讲一下最辛苦的那大概是怎么拍的？哦，其实因为在外景会遇到在山上遇到很多不可抗拒的因素，比如说我们有一座山叫做台南的一线天，一线天，对，猎鹰尖，我们那时候已经爬到山顶了，就下大雨。突然就困在上面，整个剧组都困在上面，就紧急撤退，而且差点还吐石了。那很危险，很危险。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是来爬象山，那当然不会只是爬象山这么无聊。爬象山不是无聊，但是我们为了让影片有趣味性点，我们的企划呢帮我们准备了3个关卡，我们会去玩游戏。以游戏玩到最后呢，输的会有惩罚，那赢的呢会有奖励。那说句实话，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惩罚跟奖励是什么。所以爬山不只是爬山，还必须要得玩游戏。这个比较符合我们频道的一个内容吧。好，那刚好请巴蒂来最适合。没问题。那我们就准备来爬山喽。我现在是凹豆咖了。凹豆咖或凹架咖。凹豆咖，凹架咖。Go。怎样？出发了。出发。好，第一关给你200套圈圈。哦，要一人给我200，让我去唱歌。Yeah. 我有6个姐姐，又有1个哥哥，全部都是我妈。我想说，为什么要一人200？原来是这个原因。好，游戏规则就是呢，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带着我们的生日帽。那巴蒂跟 Ricky 呢，一人有5次机会用这个圈圈。OK， 要套进去。圈圈，这个圈圈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小哎、欸。这个还蛮小，你知道我刚刚游戏一开始，我看你脱衣服，我还以为这第一关是要我们两个定高低。哈，定高低玩给小怕黑啦，哈，没输啊。好，然后你们猜拳决定谁先套，先套中的就赢了。OK。然后赢的会有奖励，输的会有惩罚。那奖励先告诉你们，奖励的话是下一关提前10秒开始。OK。挑战的话呢，要跟关主 PK 这个。哦，鳄鱼，小鳄鱼，小鳄鱼。你知道夜市那个套那个有没有？我都套那个最圆的。哎呦，又大奖！我已经套了20年，都没中过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挑战输的话就会有惩罚。那游戏开始 ，start。决定谁先。我出石头。好，剪刀石头。我出剪刀。好，我先。那我要来了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有没有紧张啊？哎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哎！这很难，这真的很难。哇靠！很高。高啊！我要赢了，我要赢。哼，不会套有啦 ，Ricky 射不准。啊，所以证明身材好的人不一定什么都好。我一套就中，是不是？哈！哇！太强了！怎么可能？他一定中不了。知道为什么他会赢的？他以前一定在夜市打工的。
哎、欸，来，让可以来来，几盖里砖，几盖里砖，好不好？来来。所以我只要跟志伟 PK， 如果这游戏我又赢了，我就可以这次不用惩罚。好，我们来猜拳。好，我出石头，我不会被你骗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一模一样，就是这个。哎、欸，好烂哦、喔！一下就死掉、欸，太扯了啦！机会命运选一个，机会命运吗？好，我给巴迪帮我选。命运好了，命运，命运，我们公布一下，好好玩，命运，好好玩。惩罚是吃这个饼干，是什么？还好啊，哪有惩罚、啊？因为你想到惩罚了。哦，我喂wasabi啦，这不会是洛里吧？不可能这么健康的肉，绝对不可能这么健康吧？这应该是你要分享，没有分享，哎、欸，自己独吞哦。对哦，哇、哦，那么贪心啊！爽哦！眼泪，哎、欸，眼泪流下来，不要哭，太感动了，不要哭，来抱一下，抱一下哦。有很多哎，好嘞，有很多哎，我不要再输了，下一关我要赢他 ，Go！ 我们这次算我第一次算跟 Ricky 见面。真的，然后我们就来爬山。第一次见面，我觉得还蛮棒的点是默契很好。哎呦，然后整个频率是对的。哎呦，有时候你今天见到一个人呢，频率对不对，真的只要见一面，讲个话就大概知道是对的点。没错，真的见面三分情，真的。对，恭喜我们来到了第二关。耶、yeah, ！我一直以为这边是第一关，结果下次才第二关。其实当初我们来场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边应该才设第一关。对、啊、不行不行，这边最后一关好不好？这边最后一关也太门槛也太低了吧？我们的企划真的他们体力不行，企划不行，打没打哟？准备来讲规则。好，第二关我有大胸肌，要在胸口放上这个小积木。喂、欸，来小积木，该不要用假的吧？然后呢？稍微小夹一下，对，假的啦。然后放在胸口向前进，然后会在地上摆一个碗，所以你要撑着让这个小积木掉到碗里。因为其实我其实健身有成，这几个月有疯狂跑。哇！也是该露身体的时候。我为什么会接你的 case？ 就是因为我要给你背头。哇！有点。而且我这个胸肌的卖点在哪兒，知道吗？在这边，点跑在腋下面，你点有我侧边吗？好，那因为刚刚第一关是巴蒂获胜嘛，所以等一下巴蒂可以提早十秒开始。哦，牛逼了啊，我赢了啊，对，定了啦。然后这关一样也有就是挑战的奖励，这样。好，好，好，准备，预备备。开始，不是超难的了。哎、欸，手不能拿着，手不能吗？要不然，不是浪费时间，就在浪费时间了。对啊 ，OK， 超难的。Ricky go， 哎、欸，弹出来，不行，弹出来不行，快点回头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很难呢、欸，我平常走路好像流氓，好难啊，巴蒂耶，啊，没送好啦，我手 Ricky 都跑出来啦，哇，哇，可以了。太哇！真的弹进去了，好弹进去了。张老板，奖励一个，惩罚演一半。好，惩罚叫做健康好跳绳。那我们本来是输的，要在健康步道上面跳绳五下。五下。那既然就是两位都要惩罚的话，就一人三下就好了。好。好。可以啦。上天便宜啦。好，来，那你们猜拳，看谁要先。要想象 body。对啊 ，touch my body。来，干又一次，给他先好。好，要脱鞋哦。今天是我第一次跟 Ricky 合作的时候，最后一次跟 Ricky。不过还其实蛮舒服，因为我今天穿登山袜比较厚。哇，来啊！哦，好痛哦。One say no， 一加一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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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小心小心滑，好痛哈。人家跳绳要北七啦，哈，他是会帮我呀，最后一下了，哎，我流汗了、欸，我流汗了呢、欸，汗流浃背，什么烂东西啊，开始，开始啦，开始，开始啊，你看不开始，啊，猛的猛的，好痛哦，两下，刚刚想说很快跳完，对啊。哦，已经碎了，对啊，猛到，破坏我了，好痛哦！请善待我们的道具，
道具。你个棒球，你妈！我们是商界的。哦！你会哭啊？先扫一下，扫一下。四下哦，最后一下哦。好。四下，还有一下。还不是五下吗？还有一下。啊！啊哦，还有一下，还没开完，还有了吧？奖励，有奖励时间，因为我们预估今天天气是不错的，所以我们准备是让你们可以凉爽凉爽。哇，希望我们可以把你最凉的电风扇。等一下，这是礼物吗？所以可以送你，已经用过一两次。你说好像感冒吧？今天十几度而已呢。Ricky， 来个手动菩提扇。那个观众什么？观众抽个奖，不要一路吹上去啊，好不好？这是奖励。OK， 好 ，Go， 下一位。我是甩头王，很甩，好晕哦！好，我们谢谢两位西门太狂啊！我们接下来问一个题目，待会这题赢的话，待会的那个游戏就可以多五秒钟的时间。好，把握了，把握起来了哈！有关什么？有关营养健康的知识。哇，专业了，专业了。到啦，我们制度一点营养的东西，好不好？这样你输了会很没面子。不要让我输啊！请问大家都知道爬山时需要摄取一些热量来补充体力，下列哪个食物的热量最高？最高，最高哦！好，来听清楚哦，三个答案 ：A. 100克的香蕉干 ，B. 100克牛肉口味的泡面 ，C. 100克的生核桃。生核桃，我数到一就可以举手抢答。我觉得蛮难的，真的假的？屁呀！因为你懂得越多，你会懂说它水分可能是不是流失，有时候是单位热量高。三二一，可乐。Ricky 快了一点点，不好意思。我猜 ，A 香蕉干。那我们 Body 的答案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啊，一样，一定一定是香蕉干的，绝对是香蕉干，绝对。确定不改吗？完全不改，我也是猜 A。好，那我就猜 A。好，来，我们公布答案，答案是。时间怎么办？要离职了。好，那我们来公布一下解答，好吧？我们还是要让观众知道这个营养知识。A 100克的香蕉干热量大约520大卡，也是很高哦。B 100克的牛肉口味泡面大概是475大卡，哦，好高哦。C 最后一个100克的生核桃大概是667大卡，哇，这是最高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我是甩头娃。我们刚刚不是在甩头娃 ？Go。待会呢，我们会一起开始，好不好？最开始把毛球放进碗中，你的人获胜。好的， okay， 我们准备啦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很难啊，很难啊。肢体动作大一点。很难哎，超难哎，我的头发会绝到哎。很难。嘿。哇，我的天哪，肢体差一点。很难，风太大了。太扯了，这个辛苦的。我们的输家呢，有个惩罚叫做冲破天际无极限，但是在惩罚之前呢，你能有一个小小的机会为自己争取一点福利。你可以有10秒钟的时间跟巴蒂撒娇，让他愿意陪你共同完成一个任务，对呀，就可以减少惩罚。相对来说是惩罚。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，看我们爬了这么高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我可以选择不要，对。对，你也可以选择不要。不行不行，我拜托你。好了，我陪你了。好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输家跟赢家撒娇呢，成功了。然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小小的互动游戏。Okay， 一直竞赛，对不对？我们联盟一下，刚就扫完了，还不够吧？挑战30秒内夹，一起用胸口夹爆5颗球。
三十秒，这我受伤吧？不会啊，然后30秒内只要夹破5颗，我们就可以在惩罚里面少一点点的。OK， 因为我们今天惩罚还会有健康辅导，我们可能可以一点去健康辅导的。OK， 预备，开始。他硬干呢，好啦，恭喜，谢谢巴蒂啦，感谢巴蒂，来惩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太真实，还要冲破天际无极限，冲！用力！不行！哇！你们有吗？再重一次，我觉得不行，太快了，没有太快了。那你要陪他一起呢，这样。那身体重要。冲破天际无极限，冲啊！恭喜我们完美落幕，赢家有奖励，是我们可以吃元宵点心。哇，太棒了 ，Ricky 代言的吧？你要补充营养、欸，这个很棒哎、欸，巧克力的。哎、欸，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一款，因为这一款是他们最厉害的布朗尼，昨天吃到这款是他们最好吃的点心。那这一款是还没有上架的，给我来10份。巴蒂可以靠在栏杆后，然后享受他的美食。下午茶吗？没错，没有错。哎、欸，那 Ricky 麻烦。Q 不是手啦，惩罚东西。那我们巴黎享用美食的同时，也要把地板上的这些都清干净。感谢我们巴蒂呢来参加我们这个频道。今天来呢，除了爬山以外呢，还有玩的一些游戏，还玩了一些游戏，所以也会比较有趣一点。那巴蒂呢，平常他有在担任外景的主持人，是，所以他对于爬山啊都很有概念，还有对于整个生态环境都很好。我们可能下一次不会只玩游戏，我们下次真的是去爬山，或者是去海边，我们是去做一个健康活动。哦，这个很棒哎，这个很棒，真的。因为他其实一直在呼吁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山的时候不要乱丢垃圾，不要乱丢垃圾。因为我其实走了这么多山头，其实很多地方台湾很多地方好美，但是通常在转角或是那种小角落，你就会看到很多人没有公德心乱丢。真的真的，所以呼吁大家呢，真的如果去外地游玩或者是去爬山的时候，不要留下你的垃圾。对，无痕山林啊。那大家呢可以去订阅他的频道，叫做肖志伟巴蒂。我的 YouTube 频道肖志伟巴蒂，还有 Instagram AFUNNYWRI， 可以追踪、按赞、分享。那我们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拜拜大家，拜拜。好啦，是在产生啦。哎，要不要把自己顺便捡走啊？然后叫一个来宾来，然后惩罚都是我在惩罚。